某节目中，大 S 的假发头套突然松落掉到了地上，舞台经验丰富的她却表现得十分慌乱失措，不过好在有小 S 及时救场，轻松化解尴尬，大 S 却结下了心结，说起这件事还忍不住哭了起来，而大家的安慰似乎也完全没有效果。大 S 甚至悲伤地问司机，说自己会不会被老公汪小菲离婚。昔日的自信女王和傲娇小公主此言一出，很多网友表示不敢信，甚至有人担心大 S 患有抑郁症，怎么会变得如此自卑和缺乏安全感。也有网友认为大 S 把问题想严重了，而且汪小菲婚后不仅是好男人的典范，两人在节目上撒的狗粮也是多到无处安放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